在感情里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，都是不值得你爱的人，因为这个人爱你的程度绝对没有那么深，除非有特殊的原因，而即使有特殊的原因，这不应该轻易放弃，一定努力到无能为力，一定奋战到最后退无可退，这样才可以放手。在感情里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，都是不值得你爱的人，一个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，一定是一个不爱你的人。无论他离开你的时候表现得多么的不舍，无论他看起来多少的纠结和痛苦，只要是轻易的放弃了你，那这个人就一定不爱你。因为爱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放弃，不抛弃，不离不弃。相爱容易相守难，爱情我们常见的青春激情缠绵常有，而一生相守走完人生的不多。爱情不缺一时的浪漫冲动，缺少的是白头偕老的陪伴。一个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，都是不值得你爱的人。互联网如有请联系删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哎呦。